小珍奶，你的服装，我的天哪，超级有诚意耶！比较担心的是你跳一跳就真奶，因为这时候我很帅，就是跟之前的真的差很多，一起跳会有那个气势。你们跳车会罚钱是不是？好好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大家好，我们廖晴，廖晴老师，这样叫他。现在是早上10点多，然后我已经来到了台北和平篮球馆。这么早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这一次是他们的编舞老师。好有默契哦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早来，就是要来彩排的，然后帮女孩们就是在最后一次练习。那今天就要呈现给大家。对啊，好期待哦。其实不止今天啦，其实这两天都是跳新舞，新舞首发。就都是你编的啊。对对，哎，我也很期待。超期待的，可我没跳到。对，为什么 Rina 没跳到？她自己说一下。因为我刚好排练是因为我在澳门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参与到排练。太可惜了。而且我听说 Wonders 的每一次的主场的舞蹈都不一样。所以变成说你在排班的时候，这一点就跟我们自己职棒啦啦队不太一样了。他们在排班的时候就知道说，哦，你这一场要跳，所以他一定要来学这一支。对对，一定要练。对，但可能哪一场没有跳，他就不用学这一支，因为他们是每一次主场都跳新舞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呈现的都是不一样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有空真的可以进到球场来看。希望你下次再编一次，我一定要跳到你的舞。好的好的，来走，我们去彩排啦，走。我真的觉得这次非常可惜，就是 Rina 没有办法跳到我编的舞。我好希望你来跳哦，我好想跳哦。但是我挺荣幸能够受到台北圣神这边的邀请，然后来帮女孩们编舞。其实我自己很兴奋，然后等一下要来问一下女孩们这支舞到底难不难？因为我看他们练的好像听说蛮难的。你自己看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的风格就是比较不一样，你的画面感会比较多，所以要记的东西也会比较多。动作的 power 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力度，我是需要练的哦。然后就是呈现不只是力道，然后还有画面，因为毕竟观众在看你的时候都是一大画面去看，所以我觉得画面呈现是很重要的。那个层次你要做出漂亮的感觉，大家才会看，因为毕竟很多观众是坐很远的。对，那你坐很远一定不是看你一个人，对对 对，一定是看整体画面。那如果说个人直拍那种就是比较否粉丝，那他就会比较用大镜头在看你，那个东西就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在编排方面我可能会比较注重。那可能很多观众就会问说，哎，那直棒跟直篮你编舞的差别在哪里？对，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篮球比较可以编地板动作。对，因为没有草地。对对，没有那个沙石，那个一滑出去可能就已经定轨了。没错，就是今天定轨，我们的看台也是比较防滑那种，不像是那种篮球地板就是很平滑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方面就会有局限，说哎，可能地板动作没有办法变。对，但跪一下是是是，在篮球我就可以很多地板，甚至是摩擦。如果之后想要继续磨，大家就继续再磨起来。哦，性感的。好耶，期待我下次你要跳动。好好，下次错过排开。等一下就来问一下女孩这支舞的感觉吧。来访问一下对这支舞的感想。哥哥舞就是，就是跳完很喘，非常喘，就是会谢谢。年纪也越来越大了，老妹啦，可能新妹都没感觉这样子。整支舞我很喜欢哎，因为很有力道，我喜欢有力道的舞，而且都在撞拍上，对对对，我还以为是都要撞拍的哦，都在撞拍。问你们之前，其实那你们的总监安妮，我也问了一下，她其实看完影片她之后，她也非常喜欢，因为音乐也很炸，然后动作也非常好，我就安心了，非常的炸。很有趣的是，她其实一开始在就是跟我说编舞的时候，她有在强调说，编简单一点，编简单一点，编简单一点。这是我们最难的舞哦。对，这是你的简单的吗？对，已经是你的简单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大家简单的定义不太一样哈。好像不太一样，对我们来说蛮困难的。我们昨天还自己又在约练，真的很期待你们今天的首发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各位明天还有一场，大家真的可以看起来跨年场。这次舞蹈跟以前节奏更快一点，动作跟动作之间的连接又更密，所以就会
练得很辛苦，对对对，所以可能 miss 掉一个动作，你后面就是会整个乱掉，所以就是整支舞蹈一定要记很熟。看来这一次编的有点难了，是老师。曼妮是里面就是我可以说是练舞担当啦，他会负责大家的拍子啊动作，大家不懂立马就曼妮这是什么女？我发现女孩们其实还蛮依赖你的，希望可以把小青老师支舞跳好。我很喜欢这支舞啊，真的吗？喜欢，因为这就是有点酷辣酷辣，是我很喜欢的风格。哦，但是觉得大家就是练几次一定会，是是，其实多练就会，多练，现在很好看。有多难？很累，跳完很累，大概要喘半小时。你们这么年轻要喘半小时？讲话我都讲不出口，就好。我觉得这时候我很帅，就是跟之前的真的差很多。一直跳过那个气势。嗯，然后看那个我们录影的，就觉得很有感觉，跟之前的不太一样。这一次可以给大家突破一下啦。你们跳车会罚钱是不是？好好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小珍奶，你的服装，我的天哪！超级有诚意，你这样跳一跳，衣服会不会就是就不会啊？是很安全，今天比圣诞装还安全多哎。对，他，你看这是有肩带，他的圣诞装是真的很恐怖，圣诞装超可怕的，所以我就把它缝起来。今天是可以的，好，今天很可以。来，这支舞会不会很难？还蛮难的。之前的每一场开场舞都不会流汗，就今天的今天超爆汗这样子。比较担心的是你跳一跳就真奶了，不会吧？流量就靠你了。好的啊，那 ending pose 是这样，哎呀，我被抢了，所以你决定要这个 ending pose 吗？没有啊，理他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的服装是哪一种服装？就是中间开动，中间开动的。对，现在还没好，不能掀，所以。好，待会开场就可以期待昆娜的衣服了。好，还是我 ending pose。棒！来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拿到的好礼有哪些。第一个就是这个篮球必备，拍拍主帅。背面是台北战神的整个赛程。第二个就是两包小饼干，所以你不用怕饿肚子或者是没东西吃。第三个。车用香氛放到车上，它就香香的，在冷气口袋就会出来香香的味道哦。一进来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大看板。商品部啊，除了有卖球衣之外呢，还有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球员的商品区，另外一区还有啦啦队商品区哦，有毛巾以及有滑鼠垫，大家可以趁着机会赶快来购买。那其实，在商品部呢，也会不定时的有啦啦队来当一日店长，像这一次就是 Queen 啊来当一日店长哦，帮大家结账，而且还可以合照。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，就是这个战神无车日。它的活动是，只要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或者你走路、骑脚踏车来这边拍照打卡上传，就有机会抽到好礼。各位上来二楼就是游戏闯关时间了，又要来拿礼物了。这一次也要偷偷打起来。来第一关，我要来玩这个球技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呢，我也不翻他的卡片，然后抽到几号，我就直接一直狂投那个号码，只要中了就过关了。三号，对，我投进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，
关深色手，就是那个弹簧枪，然后把那个杯子射倒就过关了。加油！有射中就过关了，前面王第一发。OK， 刚刚草莓的游戏呢都已经挑战完毕，等一下啦啦队就要出场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赶快下楼来带啦啦队一起练舞，准备出场。我们看到这美美的落地窗，加上女神 Arena， 她就是在拍他们的 OOTD， 所以为了要跟我们 Tattoo Wonders 一样，我也要来拍。OK， 我帮你拍。好。来打开你的裙子，他说超级皱，我教你们女孩们，当你衣服皱皱的时候要拿什么呢？拿出电棒夹开始夹。这个真的是女孩的小，就是小背包，哎，就你没有带运动你就用那个平板夹开始夹，对，衬衫也可以，好用。我刚刚听到女孩讲最好笑的就是下一次露男要通知了，大家讲好。黑拿的服装，哇！辣起来！辣起来！辣起来！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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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女孩准备要上场了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球赛开始喽！台北正神加油！泰神李查二，他的手上有礼物会发送到你们身上。
在是中场休息时间， Rina 立马又回来换衣服，因为她等一下还要出去颁奖，直接换好第二套。刚刚第一套是大家看到的制服，第二套是什么呢？等一下来看一下。来了，哇，仙女来了！仙女刚刚差点摔倒，她说她会轻功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，大家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仙女会飞。来，各位趁现在休息时间来开箱一下 Rina 的滑鼠垫跟毛巾。来，请 Rina 自己本人猜。噔噔噔噔，有电！哇，本人就在这里耶！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摸摸，摸一下啊！摸本人，可以摸摸摸摸摸。来来来，毛巾毛巾，很有质感。它是像这样的场景，大家真的可以收集第三个来。哇，这个是听说是盲抽。哇，真的很棒哎，它非常值得收集。对，这个非常棒，赞。老师，哎，其他三个真的很好听哎，因为我在现场听，哇，那个 power 是非常有，又会唱又会跳，没有，还不会会跳。还要跟你多学学。那这一次洗菜也没有跳到，没有跳到。那我这次很喜欢，哦，真的，很喜欢，太好了，没关系，咱们有机会下次来挑战一下好不好？更难的，那哪？其他人都来到哭了，征求那个售后辅导。可以可以。力争昨天练习200趴力气，昨天是这样跳，然后今天是哎，这有点像。你多害怕罚钱？我怕你编那么好，我跳不好。来，休息时间结束啦！现在呢，我坐到了我的位置，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视角哦。明年坐的位置现在侧边，但是也很清楚哦。非常的难，但是看得到台北战神的拼劲。对，没错，他们的拼劲是我们值得鼓励 的，要掌声。好了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没错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再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小青鸟。耶、yeah, ，好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辣起来！辣起来！辣起来！我直接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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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